发表了许多言语，同时神也发表了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情，就这样人仍是不能认识神，人仍是不能相信神，人仍是不能顺服神。活在圣经中的人，活在律法中的人，活在十字架上的人，活在规条之中的人，活在神今天做工中的人，有谁是与神相合的呢？你们只想着得到什么福气，只想着得到什么赏赐，可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过，究竟怎么做能与神相合，怎么做不与神为敌，怎么做不与神为敌。神赐给你们的太多了，但神从你们得到的太少了，得到的太少了。你们的欺骗，你们的狂妄，你们的贪心，你们的奢侈欲望，你们的背叛，你们的不服，哪一样能逃出神的眼睛呢？你们应付神，你们糊弄神，你们羞辱神，你们欺哄神，你们敲诈神，勒索神的祭物，勒索神的祭物。这些恶行怎能逃出神的惩罚呢？怎能逃出神的惩罚呢？这些恶行都是你们与神为敌的证据，都是你们与神不相合的证据。